顶是土，还有就是地板。地板。跳好一点，跳弯的。你真的这样锯在旁边，你看，这样第一间茅屋。我说我不是来当演员，我是来开宠物店。这是叔叔说的茅屋，然后这是我刚刚一下午就做了两个门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也做了很久。希望我做出来的茅屋很要买。那我要怎么那个？对，直接这样打。我要换6公分的那个针吗？你要一次两针，外面针。对。不然你看这边感觉真的比较高，对，这边有点低。这个可以修，对不对？你这怎么那么远呢？你这就好远。你这就好远。多才多艺，多才多艺。镜头硬。这边是摆我的猫屋，然后这边是摆我的油画。